而且赶的时候 ，boss 重心就不会怪，所以左掌渐渐的可以修正，不过只是渐渐，信心好像不是很高，只有在过渡盘的时候才赶。这是我的左掌问题啊。持续左边一路下线，什么左边一路刹？用左脚刹，就是右手。那你路又不是不会停？没有没有，我不会前进，会变成那个平的那种。对，平的，一边刹一边往下，我不会往前冲。我有办法把那个。今天头比较翘比较高，要再斜一点。不用啊。今天真的比较斜哦，比较直哦。朝上。滑的时候头会稍微低一点。现在，因为现在我看，因为我看跟你昨天比差了一点点了，一点点，我知道啊。好了，下一点点。刚刚想到这件事，所以我把袋子拿出来，这个收紧，对啊，所以就收进去了。
有跟在你后面。我没有看你，要回去看看路的。我只是在专心修我的左转。你就走啊，没很近，好吗？可以吧？
次又要再来做一次，所以记得屁股顶一点，关节一下。你有没有注意？你根本没有注意到你的板子，它会不会变成平的？有，可能有。其实有没有完全平不重要，重点是你的重心越放越对的话，例如说要放这只脚的话，它放得越重，这只就越没影响力，然后就会越来越平，越来越平。那是自动的，所以你也不用管它。就是你愿意相信单边就可以杀人。自然就不会变自动，那不会用那个，那另外一只脚前前没事干就会抓到那个，不会啊，没有，那是因为你还想要那个潜意识想要那个杀手，你要是想试试在很缓的地方是只用单脚杀，另外一只脚稍微像弓箭步这样子的话，你试试看一只脚杀，操，停下来。你可以用右脚，那你就只先练那一边，因为我的话我是左脚先会的，所以你看我就是左掌不胜右掌胜，但是先会一边总是有进去的。啊？不要管平行，不要管平行。我觉得从头到尾都只有一个重点，就是重点，平行不是重点，平行是后来送的。今天的感觉就变成一片白白的，而且是错觉，我觉得有点白雾，不是眼镜起雾，是因为树也有点灰。帽子跟头巾搭在一起，但是真要我讲的话，好像这还是没办法完全。有啦，那个抢匪毛帽真的好用。对啊，然后毛线的可能又太热。啊，我就买毛线帽。我说毛线又抢匪毛帽，你知道我说抢匪毛帽是什么？只要眼睛露出来，我是说那样方便，不过拉不开，那只能拉下巴。没有，因为为了我们要戴那个帽子，因为每次戴帽子的时候会把眼睛往下垂。渐渐的，所以我们渐渐的。